啊？啊？我怎么了嘛？五乘七等于多少？三十五啊。那五万乘七万呢？三十五万哦。你这是除了穿丝袜什么都不会啊你？滚！我刚刚不是叫你去加油了吗？怎么就回来了？那个油站不给加。200块还不够加吗？那个油站。没有200的油，只有92跟95的。那我车呢？啊，你车哦，半路没油了，我跑回来的。你真的是除了穿丝袜什么都不会，你滚滚滚滚滚滚！老板，我要辞职，我不干了。为什么？工资低，天天加班，还要挨骂，哼。哦，那你这个月花呗还了吗？开玩笑，有什么事情的话先出去工作啦，祝老板天天开心，送我愉快。哎，老板你找我呀？听说最近显奖金少了。嗯。哎呦，谁说的？老板哪里敢啊？真的。哎呀，别装了，来选一个吧。我选绿色。你怎么不选红的呢？绿色代表着希望。你还挺有抱负啊，那你的希望是什么？我希望你把我们也给我。哎呦我的妈！老板，拜拜。啊啊！动物园，我看你趴半天呢，你干嘛呢？我不小心按到开关了。这不还有电吗？没事啊。你傻呀？那是因为我还没有收手。啊，那你加油，坚持到底。你动物园，你帮我按一下，我真受不了了。哎，动物园，哎，你帮我个忙可以吗？哎，我说几个姿势，然后你拔一下，我拍一下。嗯，好。然后首先第一个是性感、可爱、冷酷。好，非常好。哎，你们看到了吗？嗯、就是做作的女人，知道吗？以后认清楚了。哎呦我的妈！东元，这回公司真的撑不下去，留不住你了。老板，你放心吧，我是不会离开公司的。但你看，公司都要倒闭了。啊？你是不是故意辞退我呢？你怎么这么想呢？我是怕你跟着我受苦嘛。我不管。喂，老板呀，那个给我公司投资3000万啊！啊？就这样，拜拜。不是吧，东元？我是不会让你的奸计得逞的。哎，等一下，东元，我还有两家公司，还有别的公司，等一下，东元。哎，你可以借我10000块钱吗？你要那么多干嘛？急用。好吧，好吧，10000是吧？嗯，对啊。哎，对了，我到时候还你那个8686好吗？嗯，为什么？因为这样我就可以一直欠你1314了。314。啊，你在搞笑吗？我们钱是大风刮来的，借10000还8000，你也好意思？不借。你是不是傻？陈动员，那写的什么方案？你闭嘴。你一遍，再好的方案都让你改折了。Wow. 你创业好，你来写啊！真的是，你当我一个人是一个团啊？你爱用不用，不用滚。哎，我表演的怎么样？非常好，等会老板来你就这么怼回去啊。陈东元做的什么方案？你看看，自己看一下。老板，那个方案哪里不好？我改。你觉得哪里不好？你哪里好啊？哪里都不好啊。